师傅，我准备了50斤麻辣牛肉，要得吗？要得噻。网上有评论说的，我们二两牛肉只有几片哦，张师。绝对不可能，师傅，我们那个都是按称来的。马上出来算了。按照我给你说那个标准，3.5厘米见方的块儿，这个切成片，0.3厘米哈。哦，对。 来，我要先试那个小袋儿的，二两嘛，100克，不皮标，确的。这个你前面每个人切大小和不一样，肯定，因为刀法都不一样。对，部位不一样。精确点，精确点。一百，你看我那个精确到0.05克。来，数下，这儿好多片？来嘛，1、2、3、4、7、8、9、10、12。 14、15，咋算一片嘛？不是好多片，好多片？来嘛，16、17、18。好，再来个小杨的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103了嘛？103了都。好，刚合适。对了，数。1片，2片，3片，4片，14。 15，15片嘛。嗯嗯。其实只要是人工哈，那就不可能做到100%的统一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这个肉呢，稍微下长了点儿，稍微再短一点儿。意思说你在抓码的时候，长了以后，它就搅起，就很不容易抓匀劲。哈，尽量见方，肉片见方。你看，比如像这种，啊，它就不容易搅起，懂了没有？晓得，师傅。我还有个申请哈，啊，我准备买个打肉机，因为人工切出来哈，它每个人刀工。 切出来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机器来的话，它能精确到每一片儿。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要得，该添的设备就要添。好，要得。